好，宝宝坐好了。毛毛，你要就赶快，不然没有时间了。宝宝，来坐好。他吃的是什么？好，来。来，宝宝从这里开始，来，快点，来亲。花的眼。演唱会，演唱会，好，青蛙的演唱会，来下夏天的池，每晚都有青蛙的演。先数数，开池塘一二，有几片荷叶在天上，青蛙贴纸让每片荷叶上都有一个只青蛙。对，宝宝先数一数有几片荷叶。他说先数一数有几片荷叶。青蛙。对，先数一数有几片荷叶。你看，一二三四。对，这个圆圆的是荷叶，那哪个是荷花？这个是荷花。这是荷花，这是荷叶，这是荷花。还有什么荷花？这个荷花是长在池塘里的，这个呢一大片一大片是它的叶子，这个是玫瑰花长在外面的。好，有几片荷叶啊？忘了，妈妈忘了。一二三四五。好，那每一片荷叶我们给一个青蛙好不好？这样总共有几个青蛙？一在做什么呢？他们在演唱会。他们在开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宝宝，你告诉妈妈，这里面哪一个字是演唱会？我不知道。好棒，这就是演唱会。对了，好。青蛙的演唱会。好了，宝宝要贴贴纸吗？宝宝又做完了一个。青蛙。没有贴在这里的贴纸，你要贴好棒，还是要贴过关了？我要贴好棒。哪里有好棒？对。来，在哪儿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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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你又没看清楚吗，宝宝？贴上去然后再就撕下来就会破掉哦。不行，试试看。哎，没有破还好，是不是差一点就破了？嗯，来，好吧，这个。哎，今天是九月几号？九月十四日，2012年。好了，最后一页，宝宝，我们做完这个就要吃饭了。最后一页了。最后一页了，宝宝，来，在这里。我不是跳这个。没有没有，不能跳着做，宝宝。我们吃完饭才做这一页，宝宝。吃完饭做这一页就要洗澡。嗯。我们今天就不去麦当劳了。我要去麦当劳。那我们要先做这一页，宝宝。就没有时间啦。对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又选这个。
要选写这个，不是麦当劳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吃完饭再回来写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因为这个要很久啊，宝宝。阿姨已经做好饭在等你了，我们吃完饭再回来做这个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用个笔压着。好，来，赶快去看巧虎了，巧虎要开始演了。用铅笔好了，那个笔太大了。那个笔为什么？还是你要用贴指甲的？我要用做指甲。好。好，赶快去吃饭了，宝宝。